来，我们之前有讲过三角形面积的公式啊。然后三角面积公式，我们一开始这个单这一次里面有讲过，就是之前讲三角函数的时候讲过。那等一下我们证明这个公式的时候，用三角函数的公式来做。假设 OAB 三个点缝线，那我可以写出 OA 向量跟 OB 向量，找出两个向量。其实我实际上有三个点，那这三个点，我任意两点形成一个向量 OA 跟 OB 线的起点在同样的 O 点的话，我就展开一个两个向量所形成展开的。那个下面好，那个三角形 OB 的面积，我可以直接代成二分之一根号 ，OA 绝对值平方乘以 OB 绝对值平方减掉 OA 内径 OB 的平方。那如果我们用坐标来看的话，可以写成二分之一，这两个蓝色的线是指绝对值，因为面积没有负的。那我会写的 S1 Y1 S2 Y2， 这个是指行列式的算法。那等一下我们讲到行列式，我们先讲这个公式。好，那我们来说明一下哈。这是 O 点，这是 A 点，这是 B 点，所以这时候我若用 OA 向量、OB 向量的话，实际上是形成这两个向量。那这里会有一个加角，把它叫做西塔好了。所以按照之前的讲法的话，这个如果是 OA 的话，这个 OA 的长度应该是 OA 向量的绝对值，那这个 OB 的长度的话，应该是 OB 向量的什么绝对值？所以三角形 OAB 的面积。它应该是等于二分之一 a b 乘以 sin 西塔。这是之前看函数的公式的时候，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面积叫做s 好了哈，把面积叫做 s 好了。那这时候我们整下来做了一个处理，这就有 sin 西塔。可是我们在讲内积的时候，只有用到 cos 西塔。A 向量内积 ，B 向量的话，我们是用 A 绝对值乘以 B 绝对值再乘以 cos 西塔，所以我们用 cos 西塔。可是这个是 sin 西塔，那想办法把 sin 西塔用 cos 西塔来表示它，所以它怎么写呢？把它写成 s 平方会等于多少？四分之一 OA 绝对值的平方 ，OB 绝对值的平方，再乘以 sin 的平方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要去证明它，所以仔细看哦。我现在把 sin 平方。因为我们之前有个公式，三平方等于一减掉 cos 的平方，所以接下来我的 s 平方我可以写成四分之一 OA 向量平方 ，OB 向量平方乘以一减 cos 的平方，好，因为三平方等于一减 cos 平方，好，接下来就把它乘进去，不等于四分之一 OA 的平方 ，OB 的。平方，好，把它括号起来哈，把 OA 平方和 OB 平方乘进去就好，然后减掉多少？乘一，所以再减掉 OA 的平方 ，OB 的平方，再乘以 cos 的平方。好，我做到这里。那这时候你发现这三个都有怎样？是不是都有平方？这三个都有平方。那如果把平方拿掉，是不是写成 OA 绝对值乘以 OB 绝对值乘以谁 ？cos 西塔。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指的是 OA 跟 OB 的内积。再把它平方，所以整个式子我可以写成四分之一，前面的话是 OA 绝对值平方乘以 OB 绝对值平方，减掉这个地方这个部分，实际上指的是 OA 内积 OB 的怎样平方，好，所以公式实际上就证明出来哈。那我们刚刚是把原来的面积 S 的平方，所以我要算真正面积的话，是不是要再把它开根号回去？所以我最后得到三角形面积的公式 S 呢，四分之一开根号就是二分之一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直接写根号 ，OA 绝对值的平方乘以 OB 绝对值的平方，就减掉 OA 面积 OB 的怎样平方，我是不是得到这个公式了？就找到了。好，那既然下来，那第二个行列式的值怎么算？它是怎么产生的？我们就把 OA 向量跟 OB 向量呢带进去，直接把它带进去喽。好，带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接下去要算的话就会比较复杂一点。你先看到这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。至少你要这个公式要背起来，啊，你面积公式要背起来。